看看这个是什么，我头一次吃。哎呀妈，这个是四个角的菱角，妈太硬了。我刚才洗它的时候给我扎的，天哪，就是没浇出来，浇出来还以为咋回事呢，这家伙给我扎，它这个尖儿可锋利了，扎的越疼，吃的越香，尝一下，出来了，味道还可以啊，有一点淡淡的甜。它有点脆，是我蒸的时间，煮的时间短，还是说它本身就是这么有一点脆？再来一个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个我咬完的一动没动啊。看它里边是白色的肉，是这样的。像那个芋头似的，但是芋头是面嘛，它是脆，然后有一丝淡淡的甜，我觉得它蘸糖应该也能好吃啊。妈呀，被牙咬掉。这四个角真的无从下嘴，无从下嘴。哎呦，看，这个就有点面，就是吃起来挺飞的，但是还可以，味道还可以啊。真的不知道从哪咬。